我现在不应该不吃吧？我不知道吃不吃呢。我感觉我现在没有胃口呢。谢谢三岁的年年的食票。哎，我现在直播干嘛？我只能直播15分钟。20分钟还会延迟呢。20分钟。你开都开了，你还说啥呢？是啊，我开都开了。啊，这是你带来的是吧？是。我就说我在这玩半天了，怎么还没有事 ？Hello， 悠悠们，下午好。下午好。谁哭了？开玩笑。我要补补妆。今天光好亮，为什么最近亮？今天亮晶晶的多。眼睛被蚊子咬了，咬了个大包。大的不能再大的包。我现在就很晕，因为人一直用一只眼睛，而且我这只眼睛还不是闭上的，闭上了之后什么都看不到。我这只眼睛也是睁着的，我看到的就是一片白。我的手和这个桌子的色差都很小，所以我现在视线有盲区。我也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包，你们说我会好吗？会好的。好想哭，好难过。什么时候能变好？是暖白皮。还好最近靠镜子，然后剧组不工作，要不然我完蛋。谢谢奶茶，我给你们看。你们看，被整个被咬肿。谢谢卤蛋的酒片。看，被咬成这样。是干打雷不下雨。谢醋溜卤蛋的酒片。谢醋溜卤蛋的酒片。你摘下来给他们看了？看了一眼。很肿是吧？很肿。哎，救命！对啊，昨天还没这么肿，今天一醒来我发现我眼睛睁不开了。对，我旁边是个干打雷选手。我当然没化妆了，就是毒蚊子啊，因为我其实平时被蚊子叮的房间里啊，房间里有毒蚊子，赶紧灭一灭。其实被平时被蚊子一咬，我身上也经常起那种很大，就这么大一块那种包。谢谢哦，谢谢大家今天给我涂的皮。痛吗？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痛。还好，但是我很能忍痛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。谢谢你的奶茶。谢谢猪猪奶茶加冰的票。坚持多3个小时就可以了，是吗？谢醋溜卤蛋的酒票，谢谢木偶的一票，谢谢醋溜卤蛋的酒票。多咬咬就适应了，你是做个人吧，你做个人吧，行吗？你做个人吧。这个耳夹子开始痛了。哦，救命！我昨天在房间里也没有看到蚊子，就莫名其妙被咬了，可能它已经挂了，可能这蚊子已经挂了。家乐不打算打耳洞吗？不打算打耳洞，晚上7、8点就截止了，真的吗？是被蚊子叮的。真的就是确定这个时间截止了吗？不会又改变了的吧？因为不是麦粒肿，麦粒肿的话它就。我刚给他放松了一下，现在好痛，我救命。麦粒肿的话，它是那种，有异物感，我就是又没有异物感，就是肿胀。那个车哪来的？那个是我们运动会的车。那就，谢谢珍珠奶茶嘉宾的一票。说 MCR 姐姐不是怎么样，真的吗？好。我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？我昨天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成这样？你自己睡的，我不知道。
我不知道呀，你问我，我不知道呀。谢普里多的九十九篇。眼睛还好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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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普里多的得把票。看了和尚吗？看了和尚。为什么要看和尚？陈倩楠啊，陈倩楠呢？啊，陈倩楠是和尚，忘记了。陈倩楠这个和尚。谢叶之高的视频，这样带着也行吧，先挎着，反正也不会掉。啊，你们看，这么大个洞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能看见吗？嗯。看见了吗？夹了这么大个洞。谢谢次次要的一票，好痛，救命！我昨天晚上1点2点睡。真的、啊，夹了这么大个洞。眼睛咋了？眼睛感觉都夹出来一个洞，耳朵看了不该看的东西。对呀，我昨天确实看了陈倩楠洗澡。你为什么看陈倩楠洗澡？我给呀！好痛，救命！你为什么要看人洗澡？你是不是有偷看人洗澡的癖好？我不是，谢玫瑰花，你这么一说，不会真是因为我看了陈倩楠洗澡吧？谢谢小可丽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我和青文走在路上，他说他去找陈倩楠，我说我也去，然后我俩就闯进了他的房间，闯进了他的房间。谢谢。之后吧，跟陈倩楠在洗澡。他没关门啊。陈倩楠洗澡不关门，然后我们俩。不关门、啊。然后我们俩。洗澡还不是不关门。我俩就在浴室门口调戏他。调戏他之后，然后陈倩楠狂骂我们，让我俩出去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陈楠洗澡都被骚扰，真的是，他想真的是好好洗个澡都不让人亲近一下。原来是这样，就不该看人家洗澡。小心吧，这个。现在没有适应。哦，我听到阿姨在讲点小馄饨的人。对。哎，就这样吧，我觉得这样也可以，这样带也可以。谢谢奶茶。我就不夹了，夹了太痛。谢谢。哦、我就说肥的该。所谓人生无限可能，原来是妥协啥。你误导了，误导了人生的。谢谢苏爱的一票，我是有失败性的。谢谢苏爱的一票。谢谢苏爱99票。你先去忙了，好的，去忙吧，去忙吧，我待会也要准备下播了，我是故意糊的，我不是悄摸着播的。谢谢 CPY 的9票，谢谢。香菜，我昨天吃了好多香菜啊。在吃火锅的时候，蚊子咬的就是这么厉害。谢谢黑眼圈的9票，谢谢。谢谢苏乐哥白的9票。在剧场看直播。白的是票，香菜好吃的，但是有点辣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。我今天好丑。因为我本来就是左脸比较好看，结果现在左脸被挡住，只剩我丑陋的六脸，右脸。没有歌了，后面没有歌了，我就可以穿这个衣服。谢谢奶茶。哎，这个衣服机长真的。我还没看起来有点困，不是，是因为很难受。我就闭着眼睛舒服一点，我要是睁着眼睛的话，就一只眼睛被光照着，就那种感觉，哇哦，刺激。我给自己画个眼睛，我画你个大脑的瓜子。这个手臂粗的，这个手臂粗。画你个大脑的瓜。九票。给你画个大脑的。谢谢。哼。谢谢黑眼圈的99个应援棒。我脑瓜子疼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戴墨镜上场，不是我们舞蹈太激烈了，戴墨镜容易掉下去。
中二病也要谈恋爱的女主角，那是什么？我待会和肥子一起下吧，因为我感觉今天后台人很多，直播还是真的不大好。没有肥子在旁边和我们俩相互制造噪音的话，有可能真的不大好。刚刚他没播的时候是在放那个，这套公演真的很累，所以可以遮盖一下声音。但是，对啊，因为舞蹈都很激烈，歌曲很激烈，歌曲和舞蹈都很激烈。对啊，有 S 队的人，那我和肥子一起下就好了，因为很危险。万一说话嗓门大的话，是吧？相互制造噪音，对啊，我们相互制造噪音，就听不到外面说话的声音了。等飞机下了，他上去了，我就不播了。只能画我这一只眼睛。严谨，要严谨一点，知道吧？好想看，好想看这个张月明和刘杰跳狼姿。哦。怎么样，我们的清洁工？哎呀，今天这不行啊，今天这刘杰输了呀，刘杰今天当花呀，我们清洁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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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没熄灭了。谢谢无影的99票，谢谢。好像过山车。耳机拉那么长时间了，他刚刚夹在这里才听到，你看这个椅子还在这儿，都没消掉。如此的焦急，我的狼先生就在这里，如此胆小却很有魅力。我明明很认真的心，谢谢天正在风上天上，谢谢风筝在天上飞的十票。突然转音了。大胆给我一个名字来，你的热情。看我的手臂真的很胖。人生戏，给我感十足。我会狼姿啊，很久之前跳过，很久很久很久之前，很久很久以前。吸水液的99票。我曾经跳过狼姿。真的，就像这样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居然跳过狼姿。什么时候再跳一回？再跳一回没机会啊！我们这边上海的特殊公演蛮少的，不像在分团的时候，分团因为只有两个队，最多三个队嘛，那一周就可以排很多场公演，偶尔还能排个特殊公演。上海的话，一周公演排期都很满，所以就几乎没什么特殊公演，除了重要的节日。的话就是脂肪，燃脂。谢谢泱泱的九票席。我没有快上台啊，我在等，不是快上台。谢谢泱泱的十票，谢谢好大一只的九票，谢谢。谢谢舌尖上的鱼下巴，但是其实我都说我胳膊胖，但他们说我胳膊不算胖的。我还有，我等他这首歌唱完，哎，不是，等他演讲完我就上去。我在这能听到上演的情况。因为不知道别人眼中的肥胖是什么概念，我只能和我曾经的自己比，我不能和别人，我觉得和之前的我比，我现在是真的很胖。对，谢醋溜卤蛋的一票，谢醋溜卤蛋的两票，谢醋溜卤蛋的三票。可以看到，当然看不到了，我在后台，我怎么只能和自己比肥胖啊？当然。外面好多人，因为后面还有 S 队的公演。谢谢 Nogi 的音乐。看到一个人，你就说，哎，你比他比，不是你比他瘦，你就觉得你自己不胖了。那是因为他有可能他的骨架子就比较大一点，知道吧？谢谢舌尖的鱼下巴的九票。谢谢翠绿卤蛋，谢谢舌尖的下巴，鱼下巴，对，就是得看人的。没有，那个是最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自己胖起来是什么样子，我现在就是。怎么跟你们解释呢？我也想不出来怎么解释，所以我选择不解释。然后昨天看到了一个热搜，说肥胖就是节食减肥的话，它虽然会轻，但是轻的是肌肉而不是肥肉，肥肉还是在那里。所以节食是不靠谱的。哦，谢谢豆豆的99票，谢谢豆豆。这样说我真的算吃的少的了，因为我没有肌肉，我没有肌肉可以瘦的。我把什么吃了？我吃的当然是食物了，我还能吃什么？节食减肥瘦的是肌肉，先消化的是肌肉，才肥肉是很难自我消化脂肪的。是先把肌肉消化炼化了，然后才会很瘦，因为肌肉比肥肉要重很多。
这样说的话，我肌肉已经完全被吸收掉了，我没有肌肉，我只有肥肉，看我的肌肉。哦，我没翘吧，我现在上面不是我，现在人家在拉票。哦，他们到哪儿了？哥，还有动作呢？还有几分钟啊？应该还没有吧？还六分钟。姐姐她说她有三首歌，后面还准备演讲呢。哎，这是什么歌来着？遥远的破晓晨光啊。没有肌肉怎么办？还没发言。这是我的肌肉。对啊，旁边也在直播，我跟韩家乐一起直播。还没有。我还跳过这首歌呢，友友们。你是真，你的后毁灭，我认真的等等。我记得从小到大就怎么没有怎么发达过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平时都吃的很少。什么时候？疫情的时候吧，我想是。云吧。云公宴。能做俯卧撑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做不起来仰卧起坐。我眼睛红吗？我涂了红色眼影啊，粉红色。之前舞蹈老师不就说过了吗？很早之前在学校的舞蹈老师说过。谢谢一支冰箱的酒票，谢谢。看我跳舞像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跳完就升天的那种。我搞个漂亮的眼罩，我来不及，我去哪儿搞啊？我去哪儿搞啊？什么？我大意过一场，虽然是一场，但是我跳了四首歌。所以就感觉整个人很虚，很轻飘飘的，人家都非常有力，康康康康，我在那，我都无语了，我真的无语。每次他们如果进去里跳完就虚脱了。闭会眼睛。跳舞都非常使劲儿，而又很在别人看来，我就是就那样。对啊，肌肉比较多，因为有劲儿啊，有劲儿。你不要皱我啦，我不会再皱。发出力气来了，那个动作有很多的舞蹈动作是要有力气发力点发出来。眼睛被蚊子咬。动作做得很开，很有劲儿才好看，但是哎就。一边一闭着一边睁着不行，我这边眼睛都不能用力，就只能放松的让它这样，但放松这边也闭上了。感觉你在沈阳跳空也还挺轻松的。金鱼皮大眼仔。嗯。啊。每天都跳，就是肌肉记忆。我要走了，友友们，我觉得上面结束了，我觉得上面结束。还不到五点十分，还不到五分钟。发言时刻。跳完之后每次 MC 我都是满头大汗，然后这种头发细软。拜拜。